主料：黄芩1000克，辅料：白糖300克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主料：黄芩1000克，辅料：白糖300克。把黄芩洗净，提出杏核挤为杏肉，锅中爆清水300毫升，放入杏肉，烧开后用小火煮至10分钟，然后根据锅中水的多少，第一次用大火烧做收汁，加入白糖，搅拌均匀，小火熬至2分钟左右。第二次收汁要不停的搅拌，熬至粘稠即可关火，晾凉后装入合适的容器冷藏食用。烹饪技巧：整个过程不能有油，冷藏保存至少一周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